我是周冬雨，我是个演员。演员，演员是什么呢？成为别人。大部分时间，我好像都在忙着成为别人。电影离真实，始终隔着一层银幕的距离。而我离我自己又有多远？你试过用一场旅行找回你自己吗？不用带太多行李，摘掉帽子和墨镜，你能看到阳光，各种角度的阳光。你能听见平时未曾留意过的声音，甚至是味道。你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味道，还有相见恨晚的新朋友，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让这个世界也变得不那么一样。途中遇到的这一切都会变成你的回忆、感受和力量。在下一次出发之前，帮你找回原来的自己。有一天你会再回到那里。一阵风吹过，你知道那里有你的故事。我是周冬雨，我是环球旅行家。Thank you.